朋友，没事，在家里面有空的时候包点饺子，鸡东头磕起，想吃的时候拿出来。昨儿煎了点给他吃了，他今儿又想吃。今晚上我们两个人都熬了煎点饺子，喝点酒就行了。本身我那是水饺，他想来煎起吃，香些。锅先烧烫，烧烫了要不要油在头？油烧烫了，再把饺子摆到锅头，摆到锅头，再掺点水。生煎锅贴了，加盖，慢慢给它煎黄。煎的时候，那个火要均匀哈，那个旋打，一直把水汽蒸干了，煎干煎起锅巴，煎香了，安逸得很，可以蒸了，香得很了，香得很。蒸点醋蹦起，二人的晚餐都搞定了，小孩吃完了，那里坐到火又摆陪我看风景，做了么子？